联盟最难防守的球员是谁？是后撤甩半个地球的哈登，加速快如光不能及的沃尔，还是左右晃动摸不着北的欧文？非也，其实最难防守的球员依旧是开启坦克模式的詹姆斯和暴怒肆虐的魔兽。詹姆斯依旧是联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强悍的身体、爆炸的天赋让他在球场上无所不能。从进入联盟的那一天起，他就受到了最特殊的关照。对位防守最强的球员，有道是十年磨一剑，老詹的身体也在这十几年的打拼中化身钢铁之躯。每每老詹要是一单打，能限制他的也就唯有凶悍的犯规了。曾经能单换老詹带队打进总决赛的魔兽，依旧是现役最优秀的中锋。他的大块头、暴怒的脾气，总是让防守他的人危机四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一秒会被他顶开，也不知道哪一秒会被他隔扣。24日，老鹰主场与奇才进行第四场的较量。前几日表现平平的魔兽，今日彻底苏醒，首节就打出了他巅峰的统治力。在首节，他就主动要求凿奇才的内线，而拼命防守他的莫里斯被残暴的撞飞倒地，获得空间的霍华德顺势就是一记双手挂框暴扣，而此时莫里斯还正在他的脚下。这一球之后，霍华德完全的进入了状态，连连空接暴扣得分，最终砍下16分15篮板的高效数据，带领球队以111-101大胜奇才。现骑士4-0横扫步行者晋级，老鹰也大有逆转奇才的势头。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巅峰末年的老詹和霍华德能再次东决相遇。